那这一条的话是丹麦料的，丹麦料的话其实有两组，那因为都是姐妹料吧，很像，两组很像，我把它就是分开卖。像这个的话是就是第二条，那这个卖完就没有了。这个是正数变道后五码04705的啊，这是这一条。那04704的话已经卖掉了。丹麦料部分也有油皇后的称号，丹麦料是停止开采了，所以丹麦料部分的话就是剩下市面上流通的货啦。那你看这一手，我觉得蜜蜡就是要近看。这个蜡质的部分是真的很好，而且它很香，就是你凑近鼻子闻啊，就是它就有一个很香很浓的松香味。那这个的话是血珀，看这个蜡质的部分是真的很好。这个是这个回去可以改项，就是项链嘛，那你可以改单圈啊，或者是三圈。这个珠径的话是卡 6.5mm 6.7mm 的，那这个也是有送去做地大证书哈。这一条总重是20.08 克，然后这天然的流动纹。丹麦料现在也是卖一条少一条，然后像这个颜色真的是鹅黄。颜色又浓又实的，然后也好香哦。这个蜡质是真的好。